宝刀未老体力赛，我们每一队呢会派出一位代表，他们来唱歌。当然不是只有唱歌，没有那么简单，要比体力哦。对，那你如果唱的好不好才其次，穿的越多分数越低。哎，这才是重点。而且我们这个是什么？鼻音准，嗯，对不对？你在耗费体力的时候，声音还 pitch 还很准，对，气会不足嘛。对，当然其他是我们说唱歌要三 P 嘛，是 pitch、power、punch， 对不对 ？pitch 就是音高，所以音高要求是最重啊。punch 就 pitch、power、power 就啊，就 power、punch 就。Michael 闽南语歌坛叫阿库雄，阿库雄，好不好？首先派出我们慧慧演唱《自由》。开始唱才那个，开始唱就要悬空了啊！也许会恨你，我知道我的脾气不是很好。也许不一定。加油。我知道我还是一样爱着你，打开一瓶红色的酒，看着鲸鱼游来游去，是否我们都想要自由？我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假装没事。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，当你学会先说再见，我知道我一定哭泣，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，爱你哦，爱我，爱你，爱你，爱我，说爱加油，难道你不再爱我，我的泪滴下来，从来不曾看过，为什么，为什么，加油，慧慧，难道我好沉重，没有人告诉我，原来不是我想象，我要回来，我已经自由了，是你已经自由了，我也已经自由了。没有关系，你可以假装没事离开这里，一切好安静，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，你到底谁会先说再见，我知道我一定哭泣，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，真好，你已经自由了。四个字，四个字啊。
令人鼻酸。好累哦。好，哎，来来来，七八点九八哈，就是他唱下来整体的分数。我们要相信这一台音准精灵。对对对，这一台评判过那个于天大哥，哦，于天大哥，翁立友大哥，本岛歌那个宝岛歌王，好吧。那个于天大哥才拿60分，哇！我要气到现在，气到现在，唱得不错，对。哎，怎么搞的啊？你怎么啊？慧慧，很抖哎，那抖真的很抖，真的很重。我现在两手就是没有力气，会发抖，已经真的会抖，已经力竭了啦，已经没办法了，真的没办法了。所以你先。熟妹已经没办法了。对，熟妹可能就是魅力的部分还是有的，好吗？还要再撑着，不要认输，不要认输。各位，我们这边派出来这边的歌后，来歌后，歌后来，若彤带来《慢男》。哎呦，哎，他选慢歌哎，加油，这个策略，加油。哎，好，快歌有快歌的好处，慢歌有慢歌的好处。因为慢歌哦，一闪失就听出来，会放大。快歌需要调息呼吸。说完了，好像话都说完了，好稳哦。总是沉默对坐着，夜里是浓浓夜色。却渐变冷了，变色了的却停不了，还在沸腾着，看时光人。
超稳。分数计算成绩公布，到底成绩公布了。九九，恭喜嫩妹拿下这一点，好强哦！所以两支队伍现在熟拉还有嫩拉1-1，比赛真是太激烈